当我在墨西哥酒店出入婚礼 after party， 此时一名三岁半美女看得心痒痒，眼神里充满着渴望。爸爸，我想去。但是爸，我不认识他们咋办啊？那有爷爷是你咋办？没人认识我呀。嗯，那是玩开心了，爸爸喝开心了也那么玩。那你脱衣服呀？你爸喝多也脱衣服，还带头脱衣服。宝贝，咱也不知道你是想蹦迪还是想结婚。蹦迪可以，结婚你别提了，爸爸还想多陪陪你。咱现在回屋吧，你跟他们说 Happy Wedding。哎，新婚快乐啊，兄弟！虽然我不知道你是谁，他俩吵起来了啊，新郎新娘吵起来了。那看一会儿再。还真是啊！啊，你咋能结婚第一天吵架呀？这不比蹦迪好看多了？哎，甩手了，甩手了，你撂脸子了，跟我走，快走！我还说这应该是他俩从认识到谈恋爱，然后到入土，如果不离婚的话，最幸福的一天。结果今天没绷住，俩人吵架了。我这个嘴呀！